Thank you.
2016年1月7日，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发起星光公益联盟。2016年微博之夜，曹国伟先生宣布与众多明星一起，共同开启改变2017公益行动。公益社会，你我共担。微博2017年将与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两年中，1100多位明星携手3亿微博爱心用户，共同创造了4961个公益话题、56380条微博、544亿次阅读的暖心记录。让我们共同执起我们共同书写的这一幅中正字，向世界宣告微博的力量。感谢2017、2018，我们将继续勇敢前行。慈善真的是由心而做的。老师，你是不是？你在哪儿？我们都在等你。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公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随手可做的一件善事。希望大家都能够节约能源。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暖冬行动与爱同行。真的太可怜了，可以抱一抱吗？慈善可能是一辈子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最美好的事。我是易烊千玺，成长路上远离卷烟。大家好，我是黄渤。每个生命呢都是一朵花，需要我们大家细心的浇灌。他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他。他们将践行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将爱与希望送到每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行走作为其中一种健身方式，让我对大自然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人如其食，你的食物反映最真实的你。请拒绝食用鱼翅。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新浪微公益一起行动，以法律之名，没有非法买卖。我愿意为女性发声。和我一起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让每个孩子全面健康的成长。天哪！帮助孩子实现音乐梦想，是我做公益的初心。入房，心情很差，我们聊聊吧。我为健康代言，我反对吸烟。我是关晓彤，我在撸管。我是联合国环境署名的伙伴，可持续消费项目倡导者。全场倒计时，微公益将继续更好的基于微博平台打造公益生态。2018年，星光公益联盟将继续与大家携手，放大星光公益声量，构建明星公益生态。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2016年1月7日，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发起星光公益联盟。2016年微博之夜，曹国伟先生宣布与众多明星一起，共同开启改变2017公益行动。公益社会，你我共担。微博2017年将与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两年中，1100多位明星携手3亿微博爱心用户，共同创造了4961个公益话题、56380条微博、544亿次阅读的暖心记录。让我们共同执起我们共同书写的这一幅中正字，向世界宣告微博的力量。感谢2017、2018，我们将继续勇敢前行。慈善真的是由心而做的。干得很好。老师，你是不是？你在哪儿？我们都在等你。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公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随手可做的一件善事，希望大家都能够节约能源。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暖冬行动与爱同行。真的太可怜了，可以抱一抱吗？慈善可能是一辈子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最美好的事。我是易烊千玺，成长路上远离卷烟。大家好，我是黄渤。每个生命呢都是一朵花，需要我们大家细心的浇灌。他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他。他们将践行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将爱与希望送到每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行走作为其中一种健身方式，让我对大自然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人如其食，你的食物反映最真实的你。请拒绝食用鱼翅。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新浪微公益一起行动，以法律之名，没有非法买卖。我愿意为女性发声。和我一起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让每个孩子全面健康的成长。天哪！帮助孩子实现音乐梦想，是我做公益的初心。路跑，心情很差，我们聊聊吧。我为健康代言，我反对吸烟。我是关晓彤，我在拥抱。我是联合国环境署名人伙伴，可持续消费项目倡导者。全场倒计时，微公益将继续更好的基于微博平台打造公益生态。2018年，星光公益联盟将继续与大家携手，放大星光公益声量，构建明星公益生态。以微薄之力，让世界更美。2016年1月7日，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发起星光公益联盟。2016年微博之夜，曹国伟先生宣布与众多明星一起，共同开启改变2017公益行动。公益社会，你我共担。微博2017年将与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2年中，1100多位明星携手3亿微博爱心用户，共同创造了4961个公益话题、56380条微博、544亿次阅读的暖心记录。让我们共同执起我们共同书写的这一幅中文字，向世界宣告微博的力量。感谢2017、2018，我们将继续勇敢前行。慈善真的是由心来做的。干得很好。哎，罗师爷，你出去。你在哪儿？我们都在等你。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公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随手可做的一件善事，希望大家都能节约能源。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暖冬行动，与爱同行。真的太可怜了，可以抱一抱吗？慈善可能是一辈子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最美好的事。我是易烊千玺，成长路上远离卷烟。大家好，我是黄渤。每个生命呢都是一朵花，需要我们大家细心的浇灌。他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他。他们将践行公益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将爱与希望送到每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行走作为其中一种健身方式，让我对大自然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人如其食，你的食物反映最真实的你。请拒绝食用鱼翅。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新浪微公益一起行动，以法律之名，没有非法买卖。我愿意为女性发声。和我一起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让每个孩子全面健康的成长。天哪！帮助孩子实现音乐梦想，是我做公益的初心。啊，路跑，心情很差，我们聊聊吧。我为健康代言，我反对吸烟。我是关晓彤，我在拥抱。我是联合国环境署名人伙伴。持续消费项目倡导者。全场倒计时，微公益将继续更好的基于微博平台打造公益生态。2018年，星光公益联盟将继续与大家携手，放大星光公益声量，构建明星公益生态，以微薄之力让世界更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公益明星们、公益伙伴们以及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国国际电视台。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edia friends. 我叫刘星，平常我在电视上。My name is 刘星。大家说中文，因为我说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微博和联合国环境署主办的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启动仪式。
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旨在培养新一代的环保领导者及青年之力，守护地球未来。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有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微博董事长曹国伟，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新浪网副总裁邓庆旭，微博副总裁王雅娟，微博副总裁曹增辉，微博产品部总经理邓伟，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区域主任德清次仁，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涂瑞和，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特别助理陈浩。好，欢迎各位的到来，与我们共同见证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的正式启动。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同传，零是现场声，一是中文，二是英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微博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基于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的企业公民意识，已经不仅仅是发现信息和参与讨论的平台，更是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该奖项的发起方之一，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上台致辞，有请。尊敬的 Eric Solomon 先生，各位来宾、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新浪。索尔海姆先生以及他领导下的联合国环境署为推动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新浪向索尔海姆先生以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向各位在环保领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各位来宾致以由衷的敬意。20多年以前，一群年轻人来到距离北京300公里以外的塞罕坝，在一片荒漠上开始播种绿色。现在塞罕坝已经是万顷林海。当时人们通过报纸、通过广播了解塞罕坝建设者的壮举，通过书信向他们表示致敬，但却很难参与到他们的行动当中去。今天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随时随地投身公益行动成为了现实。这个月在陕西的秦岭种下了20万棵竹子，这是我们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发起的熊猫守护者项目的一个部分。和过去不同的是，大家只要在微博上种植竹子，就能让大熊猫的栖息地的环境得到改善。这就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变化，它让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为公益贡献力量。公益组织的积极推动，明星名人的示范带动，广大网友的踊跃参与，使公益行动获得前所未有的能量。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先后在微博平台上发起的“为生命呐喊”、“零污染地球”、“与自然一起”等多个公益话题，充分发挥明星名人的公益影响力，取得了突出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与此同时，微博的开放性也使公益活动的效果更加的公开透明，让公众对公益行动更加充满了信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优势，微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积极广泛参与在公益活动当中。2012年，微公益平台正式上线，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这既是微公益的初心，也是微公益的愿景。截至目前，微公益平台已经有104个知名的公益组织入驻，发起公益项目27857个，
联合国环境署一直是微博在环境领域的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底，微博参与了联合国环境署在肯尼亚内罗毕总部举办的全球可持续创新博览会，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环保倡导、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深度的合作。今天，微博将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发起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当今环境保护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更多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轻人积极投身于环保事业。微博将与联合国环境署一起共同发现并表彰这些为改善环境付出努力的年轻人，同时鼓励更多有志于环保事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建设美好的家园。最后，再次感谢索尔海姆先生一行莅临新浪，感谢各位来宾共同见证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的设立。现在让我们邀请索尔海姆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致辞，谢谢大家。你好 ，Good morning to everyone。大家好，大家早上好。Sorry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not in the beautiful Chinese language, but please turn on your. 很抱歉，我得说英语。那大家只要把信曲频道切换一下，可以听到中文。Norwegian accent. I'm so happy to be with. 很高兴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来到微博。以及见到了曹总，也是环保公益活动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其中有一个议题涉及到年轻人的，就是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那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是的，我们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几乎所有伟大的改变都来自于青年人。我们需要全球一起参与，包括美国或者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各国共同参与。历史上的重大时刻都是青年人发起的。Martin Luther King, who was the head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ied at the age of 38. 他就是引导了非常著名的民权运动。所以年轻人他们做出的贡献有非常大的。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认识到，年轻人他们给做出的贡献和力量。Theory of relativity, it was 26.Living with his wife in a very, very small flat in Switzerland. So young people indeed can change the world. That's why we're so excited with this. This is why we're so excited with this. And others can set out the message. Wang Junkai, this kind of 明星和名人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共同改变这个世界。Just one example of this from recent days. Let me give you the following. 所以接下来。Afroz Shah.我们会提供很多工作坊，在印度孟买的工作坊，为年轻人提供可以去改善环境的，改善提升塑料制品，改善塑料污染问题。Well, it did not call any political leaders or anyone else to do something. It just went down to the beach.And with one neighbor, starting picking the plastic.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two. Then there were tens, then there were hundreds, and at the end there were thousands. And now this pickup of plastic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 consecutive weekends. And when that happened,
这样的话，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么政策决定者他们就会来给提供更多的设施来支持他们的活动，把所有的这些塑料垃圾都能够循环使用、回收利用。所以这就是一个它塑料回收的一个生态系统，就在我们支持孟买的政府做成的项目。所以我们需要让政策决定者加入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我们这些活动也在全世界各地都发生，包括中国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他也是致力于把中国打造得更美好，提升生态环境。中国人民是有这样的愿景和使命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从下往上、自下而上并自上而下的协同来促进生态环境。所以政治的领导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公民大众的创造力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鼓励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来协同共同努力，比如说像摩拜单车他们所发展出的绿色的革命，比如说在塞罕坝，刚才您讲的塞罕坝地区的森林保护、植被保护，以及王国彪先生他在内蒙就在库布齐沙漠地区做出的绿化行动，这些所有的行动都是我们作为个人他们能够所带出来的改变。我们也设立了全球的青年地球卫士青年奖，我们也有亚太地区的年轻人参与了这个奖项，包括在加拿大和北美洲、南美洲等等，他们都参与了这样的奖项。我们在奥基托也举办了活动来颁发这些奖项，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想要讨论我们还能做更多的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中国的人民提升环境意识，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环境方面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和努力，每一个省市都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一起来采取各种项目，可能在新疆或云南或深圳或北京或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我们想要让年轻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可以让这些人与企业共同合作，把他们的想法能够真实的付诸行动。所以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想为人们提供平台，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际规模化，这样我们都能够为中国的环境提升做出努力。中国它脱贫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那么中国在环境方面的努力也肯定会是发展非常快的，比如说北京的污染问题就解决得非常速度，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治领导力的强大，你们致力于变革也能够同心协力的产生变革。所以在环境方面、环境领域，中国也能够保护老虎、野生老虎，保护大熊猫，保护要共同努力。所以我们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与微博合作，能够与我们的名人明星、与王俊凯等明星来共同努力，来提升环境。谢谢。Thank you, Mr. Solheim. 非常感谢索尔海姆先生。其实我也是微博用户，而且我也是对环境非常热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能够更好。
自从我前年年底从瑞士驻站六年回来之后，我不开车了，我觉得我开始对环境做出比较大的贡献。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式见证联合国环境署与微博地球卫士青年奖的合作启动。作为微博长期以来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啊，联合国环境署呢，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2004年开始，联合国环境署就设立了地球卫士奖，这是联合国领域也是全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环球奖，被称为是环保领域的诺贝尔奖。那么从去年开始呢，联合国环境署首次设立地球卫士青年奖，旨在为青年人创造参与和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遇。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欣赏一段地球卫士青年奖的宣传片，进一步了解这个奖项，请大家看屏幕。Threats loom on the horizon. What future will we make? For Earth? For us? This isn't some reality show. This is real life. Are you just going to sit back and watch? Our world cries out for leaders, for young champions of the Earth, and breathe life into the world.To slow the rise of oceans, to clean our seas, to protect the wild, to transform waste into wonders, and crisis into innovation. Just where are the young champions of the earth? Are you one of them? The UN is seeking champs 18 to 30 who are ready to rise up for people and planet. As a young champ, you'll be gifted with startup cash to grow your dream.Customized training for your big idea and brilliant mentors to light your path. Here's the chance of a lifetime to make your mark. Are you ready? 2018年，联合国环境署呢，为了加强地球卫士青年奖在各国层面的实施，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是被设立，这也是全球被设立的首个国家奖项。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旨在培养新一代的环保领导人。那么微博呢，将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发起这一奖项。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曹国伟先生和索尔海姆先生以及我们的明星嘉宾们共同来启动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有请各位，有请曹总、索尔海姆先生、徐峥、王俊凯、惠若琪和董力上台。对，我们请曹总和索尔海姆站在这个地球的旁边，对，两边，然后我们几位明星能不能稍微分散一下，对，这样我们照出来的照片更好看一点，对。好，请大家都分别把一只手放在这个地球上。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倒数，3、2、1，启动！让我们以微薄之力，让地球更蓝，让世界更美。好，谢谢各位嘉宾，请我们的摄影师已经。相信我们的摄影师已经记下了这个激动的时，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请四位明星留步。So I ask all the stars to stay on the stage. 有请曹总和索尔海姆先生下台下就坐。好，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啊，同时也更加吸引大家的关注，我们一会儿呢有一个很小的，哇，你好高啊！刚发现。啊，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访谈的环节。不过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微博副总裁曹增辉先生以及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区域主任德晨 Tsarin 女士上台，来为我们台上的明星嘉宾们颁发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倡导者证书。有请二位。
好，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也期待他们在环保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好，我们请二位颁发证书的嘉宾台下落座，然后请我们四位明星继续留在台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听一听你们在环保领域做出的一些这个事情，然后获得的一些心得吧。我们等他们颁沙发好，然后我们坐下来简单的聊几句。同时呢，我们还要请出另外一位嘉宾，是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我们用掌声有请。好，请各位落座。 Thank you very much。 贾主任，您坐在我最近的位置，首先就从您开始吧。当前社会上公众对环保议题的认知和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您可能是最了解的，因为你们天天都要去针对这样的情况来做你们的工作。另外，您认为这个影响公众了解环保议题和参与环保行动的因素有哪些？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要知道你第一个问我问题，我肯定要坐到边上去哈。没得选。其实在去年德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的一个环保组织公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的调查结果。非常有趣的是，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和支持大概是67%左右，英国呢70%出头，中国大概95%。95%。对。刚才索尔凯姆先生在这里高度赞赏了中国政府，尤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视。其实在这个国家对环保工作重视的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老百姓，包括在座的年轻人，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越来越多，然后呢意识越来越强，想保护环境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因此推动着这个国家的环保政策不断的出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现在环境保护工作有非常雄厚的民意的基础。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何推动公众更好的去参与环保，我觉得呢，这可能源于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同时开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鼓励公众绿色出行，那应该有很好的公交系统，比如让更多的人可以安全的骑乘共享单车，像刚才索尔海姆先生也说到的，那么你应该有很安全的专用的自行车道。所以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赖于整个城市的规划和不断的努力。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企业的参与。企业呢是环保的一个主力军，它不仅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和产品，而且生产过程中包括产品在废弃以后也有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意识到的环境的责任，来担当环境的这样的社会责任的话，那么企业的参与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还可以通过共享经济等等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绿色行动的过程中。当然最后一点就是公众，像青年人，今天我们这个奖不仅像过去地球卫士奖是对所有的关心环保的杰出人士的一种表彰，那现在特意的联合国环境署开发了一个新的奖项，青年奖。而这个青年奖呢，又来到了全世界青年最多的一个国家，其目的我想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希望通过地球卫士青年奖在中国的推出，能够动员号召鼓励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参与到这个环境保护的运动之中。谢谢。那么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这种意识度或者支持度，您觉得能达到最高百分之多少？那么
现在已经95%了。90%多是指的气候变化那个专门的调查，其他的调查我们现在并没有最近做这样的数据。我想下一次我们可以联合新浪，在新浪网上可以做一个在线的一个调查，能够更好的收集中国人，尤其中国年轻人对环境保护的知识了解程度，他的环保的意愿的程度，以及他的参与程度。好的，然后到中国国际电视台上来发布，好吗？听曹先生的。OK， 好，感谢贾主任的分享。惠若琪你好，听说你个人啊，就是利用你的影响力，利用你的能力，成立了女排发展基金，是吧？是的，一直是的。也是在用你的影响力来推动这个体育教育。那么大家感觉体育和公益呢，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你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跨界，然后碰撞中出现火？产生火花。我觉得体育其实跟环保的这个理念没有很远，就是打一个比方来说，现在有很多的体育赛事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在这些大型赛事中，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进行优化，优化完我们可以做得更为环保。比方说一些赛事的灯光，我们可以在优化过后做到更这个低碳减排。比如说这些瓶装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饮水机来代替等等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在进行户外运动的同时，能不能给减少对大自然带来的负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得到。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自己也在做公益，所以刚刚我在咱们这个新浪的这个大楼上面看到墙上写的一句话，就是 Do what you say, say what you do。 其实做公益就是这样，我们踏踏实实做了一些事，做了一些行动，然后在这些行动之后更好的宣传，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当中来，参与到这个当中来。所以也希望今天借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公益行动中来吧。你平常在跟孩子们，你在教他们打排球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能够顺带把一些环保的理念能够这个夹带私货也输给他们？这可不是夹带私货，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全人类去做自己的一份贡献。你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或者就是潜移默化的去鼓励他们做一些环保的事情吗？我觉得有一些废物利用等等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用的排球，其实用旧了之后，那个皮子可能没办法正常打了，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些皮子做一些小手工，可以再进行再利用。包括在我们自己的队里边，其实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老队员的这个训练服，他有时候比较新，还没有穿到旧，但是他如果要是退役了以后不要用到了之后，都会再给新的运动员。然后这样子，其实这也算是一种传承，也算是一种环保行为。这是骨子里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好，非常感谢惠若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第三位嘉宾徐峥导演，早就听说过你，但是今天第一次磨面，很荣幸。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一个资深公益人，而且支持了很多公益的项目，还好像还体验过快递员的工作，是吗？然后收发的好像还是环保的包裹，是吗？是的。那么您在生活中有没有和亲友们分享过这种环保的妙招？然后怎样才能够影响社会公众选择更多更环保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讲到环保呢，其实今天我来呢，我一路上都在想，我觉得我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前就是我刚刚到北京来的时候，比方说我早上起来刷牙，我刷牙的时候就让那个水一直就那样开着，好，然后垃圾呢也不分类，然后有的时候穿旧了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随手就清理房间的时候就完全就把它扔掉。但是呢，我家里面有一个环保卫士，我太太陶红，她是个环保卫士，她就是盯在我屁股后面，她是说你这个水就必须关掉啊，然后你这个他是从省钱的角度来看是吗？哦，不，他说我们北京缺水，他说我们北京本来水就少，你刷个牙还浪费那么多水，开玩笑，那样子，嗯啊，所以他给我的一个教育，到最后，让我感受到其实环保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从生活方式来介入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从你早上醒过来开始，你的环保行动就开始了。从你刷牙
啊，从你扔一个垃圾，从你中午你到你的公司去上班，然后你点什么样的这个外卖，你是不是自己带一个你经常用的这个筷子和勺，而不是去用一次性的这个东西，到你穿旧了的衣服，到最后你怎样去把它定点定向的用那种快递的方式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而且在递之前你自己是否就是全部都整理好，可以把利用的东西就是利用起来，然后尽量不使用就是不能被降解的这个塑料，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其实你在一天24小时之内你可以为环保做很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其实环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方式哈。那今天我们在讲就是说地球卫士，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讲拯救地球。我有一次在新浪的这个视频上面看到有一个脱口秀，我觉得那个脱口秀给我一个特别好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老外讲的，他就说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认为就是说我们不环保然后地球就会完蛋啊，然后他说地球不会完蛋，地球经历了火山，经历了这个地震，经历了海啸，地球都没有完蛋，完蛋的是我们人类会完蛋，因为我们被太多的这个塑料这个包围。那么这个视频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对对对，就是给我的这个感受不是说我觉得不需要去树立一个多么高大上的一个理念，说是我们要拯救地球，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从我们后代，从我们为了我们后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别想那么多，是吧？别想去保护地球这事儿，咱们就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能做，你能为这件事情做很多，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刚才那个这位贾老师讲，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说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其实都要做很多的工作。我每次到了日本，我就很感慨，就是我看到日本的那个，它所有每一处的那个垃圾分类。就是他的这个普及的这个教育是随时随地的，对，他在垃圾桶上就贴着标，就是随时随地就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分类。有的人只知道垃圾要分类，但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应该怎样分类。对，在这些方面呢，需要就是说做一些更加这个普及的这个工作，而且我们细致的教育工作。对对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从小就讲什么五讲四美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被这样的这种一种教育理念。就是说环境来成长，其实我们是很愿意配合那样做的，如果中国那样做一定会做得更好。我首先举双手赞成，因为每天我把纸啊塑料分类了以后带到楼下一看没地儿扔，算了，扔一块了，这真是一个很让我烦恼的问题。好，感谢祈祷，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多聊哈。好，小凯，王俊凯，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任命仪式，你被授予联合国环境署的这个亲善大使，而且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明星，你自己也发起了一个叫焕蓝梦想基金哈，在这个网络上的公益倡议也是经常得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转推。那么在支持为生命呐喊以及零污染地球这样的公益的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样最大的感触？对，之前参加过这样一个活动，叫做为生命呐喊。其实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让我感受到地球的美，或者我们家园的一种美，或者说现在我们中国和谐的一种珍贵，我觉得是让我感受到蛮多的。然后零污染地球行动呢，其实让我感受到环境，就是环境保护真的不是说说就这样完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意识，就像刚才徐峥老师说的，每一件其实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讲并不是特别高大的理念，只是我们身边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有非常多热心于环境保护的人，可能大家只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大家致力于环境保护，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不仅仅是为地球为人类做出一个环境保护，也是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品质的保证。我觉得像参与这两个活动对我的感受就是，真的是环境保护真的就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导致我现在可能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想一想家里的灯到底关没有，或者家里的一些需要关的东西是否已经关闭了，这样一些小事，我觉得环境保护就真的是积少成多的一个体现。对，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还有机会听到你更多的这个感受的分享好吗？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董丽。好， last but not least， 听说你也是一个明星，但是对不起，我不太关注明星，所以对你不是特别了解。你的粉丝，对，啊，其实也不是明星了，只是就大家认识的比较多，有一部分力量去。OK， 因为这个给我的稿件里写着你的粉丝很多很多，sorry， 没关系没关系，以后你可能会认识。好好好。据说你的粉丝曾经参加中国绿化基金会的百万森林计划，然后以你的名义为中国西部沙漠化、荒漠化地区捐赠树木。你是怎样影响带动你的粉丝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的？其实我先觉得大家先明确一点，就是这个地球家园是我们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一个主人，我们有权利去保护它、管理好它，然后把大家所有人一个人的力量凝结成更大的力量去保护这些环境。与其说是我影响带动粉丝们做这些公益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正能量是会有感染的，然后他们提醒着我一定要去时刻的关注这环境保护与致力于参加这些活动。当然我觉得我要付出更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关注这些事情。对，好的，谢谢谢谢，我一定多关注大家的环保行动。好，谢谢各位，我们再一次向他们用掌声表示感谢。好，我们请俊凯、刘步其他几位嘉宾到台下落座，谢谢。来，俊凯，请到我们的这个讲台这边。你这个先放在这儿吧。对，你是场上最年轻的嘉宾，然后呢，但是你已经有了不少环保方面的经验，然后你也刚刚被授予联合国环境署这个亲善大使，对，这样的一个头衔。那么作为本次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的倡导者，你对未来要参加这个奖项评选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中国地球卫士奖吸引更多的青年人的关注，来调动他们环保的积极性？好，谢谢。好，大家好，我是王俊凯。首先非常感谢联合国环境署，虽然此前呢其实已经有幸跟联合国环境署有合作过两年，但我其实还算是一个新人，未来呢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地球卫士青年奖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涉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及保护、趋低碳出行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等等很多内容。在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环境保护青年，希望在地球卫士的影响下能看到不少优秀中国青年的身影。在此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和参与到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对，我呢也会在地球青年卫士奖等着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为地球保护、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与力量。谢谢。好，感谢俊凯，谢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follow you on Weibo from now on. 注意脚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赠画仪式哈。首先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的礼品来源哪里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大屏幕这个地方叫陕西佛坪，是大熊猫分布密度最大而且可预见率最高的地方，被称为大熊猫的故乡。我们的这个微博熊猫守护者项目的线下竹子种植也选在了这里。那么这个孩子，这个可爱的孩子呢，是陕西佛坪月坝小学的周小丽同学。那么大家看她手里画的这幅画，有两只大熊猫，其中一只呢是棕色大熊猫。因为佛坪也是世界上第一只棕色大熊猫的发现地，我们就把这一幅珍贵的作品，这幅特别有意义的作品带到了现场。我们接下来有请曹国伟曹总上台，还有索尔海姆先生上台，请曹总向索尔海姆先生赠送这幅可爱的熊猫画。 Mr. Solheim, this is a gift for you.
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索尔海姆先生，感谢曹总。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nother picture to put on the wall of your office in Nairobi. 非常美丽，谢谢。 Lovely. Thank you. 好，那么在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呢，有这样一群可爱可敬的人们，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游山玩水，而是在孤独而危险的寻护路上，用坚持和热爱守护着不见面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个公益短片，了解这些保护区寻护员们的故事。我叫张正华，2005年参加的工作，2015年来到咱们月坝保护站从事寻护工作。有东西吗？哎呦，这有点牛了。可以，这一次。哎，这好像熊猫。哎，还有个熊猫。哎，熊猫爬上来了。应该是还是刚才那个。应该是刚才那，到时候回去放大再看一下。对，应该是同一个熊猫。嗯。老每次给这只熊猫参加过，就是见不到它的面。接下来我们到大刺骨镇地方县，还是注意安全。最近这个季节，黑熊已经开始出来了。很多人，包括我媳妇，都以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游山玩水，跟春游一样。但其实呀，我主要的工作是野外寻护，动植物的疫源疫情的监测工，还有防火防熊。有时候呢，也会帮科研人员收集一些动植物的相关的数据。孙亮，来，这是粪便。啊，下面这还有去食的痕迹。来，记录数据。10团、11团、12团。这挺新鲜的。看来这个熊猫还是挺大的。你看那还在粪便。确实够大的。赶紧记录，拿到走那个活动，你尽量不要再跟前再干扰。我虽然做了14年的寻护工作了，其实啊，我在野外也只是见过一次大熊猫。第一次见到大熊猫那场景啊，我和我同事两个熊三，远远就看在竹林里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动呢，而且它还不怕人，足足在那个地方待了10分钟。才慢悠悠地爬到另一个山坡上去。要拉一半。哎呦，把这拉出。好。我们每次到野外去寻护呀，行程基本上就在10公里左右，是不酷似假的。你要每次上去要爬山呀，钻竹林呀，有时候走的是悬崖陡坡。平时总是在山里面待着，平常也没个人说说话聊聊天。有时候回家呢，和朋友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呀，你发现根本就跟人家别的朋友聊不到一块去了。但是之所以还愿意做这个工作，其实也就是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把这也当成了第二个家。这片竹林还挺大的，还厉害，多栽了。明年这竹子又是一片竹林。希望我们这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吧，在我们守护的这片林子里过得更好。其实啊，除了我们保护区的巡护员，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些不见面的朋友。尤其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普通的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更加便利的方式来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当中。接下来有请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官员
刁坤鹏先生为大家来分享如何运用科技手段让公众更加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有请刁先生。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科技是怎样让我们未曾谋面的朋友一成为朋友的。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刁坤鹏，我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现在供职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我当年在科学院开展野生大熊猫行为研究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有了7年野生大熊猫研究与保护的工作经验。当时我选择这一个职业，把这个野生大熊猫研究与保护作为我的职业的时候，我的家人和朋友甚至来劝我，说那个野生大熊猫这个保护或者是这个基层保护站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艰苦也非常枯燥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呢当时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大熊猫，也对保护区充满了好奇，就没有管那么多，就来到了这个毅然而然就去了这个保护区。但是去保护区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了大约1年之后，你会深入了保护区的方方面面，然后才知道了保护区的真实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应中国政府的这个邀请，然后前往四川地区来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的这个情况。当时的条件呢非常的艰苦，能够有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3位这个巡护员能够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流传到今天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30年过去了，科学家们掌握的技术已经突飞猛进，现在红外相机技术这种自动感应的红外相机拍照技术已经替代了以前的24小时的对野生大熊猫的跟踪，然后科学家们现在有了这个卫星遥感技术，还有非常先进的无人机可以对大熊猫的栖息地进行一个 3D 扫描，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还有这个高通量的测序技术，这些基因分析技术来为大熊猫的遗传，然后变遗传基因来进行这样的技术科学技术的支持。但是呢，在巡护员基层的巡护员来说，他们的条件依旧非常非常的艰苦，跟30年前的巡护的手段甚至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呢，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这是四川的桃源河保护区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建共管的这样一个保护站。我呢当时因为在招聘站长，然后我就去应聘了，也很有幸成为这个保护站的第一任的站长。我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想通过我的在这儿的工作，怎么能够让基层保护站能吸纳更多的技术人才，尤其是年轻的技术人才。于是我就全国招募，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这个我们的团队成员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一年一换，然后1年到期了，就有下一波的新的人进来。我们有计算机工程师，有园林设计师，有兽医，有无线电专家。我们在这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保护工作，而我们更想做的一点就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有科学技术背景的年轻人能够来到保护区，来到保护区一线来开展这个保护工作。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着把保护区我们的红外相机啊，我们的相机自己拍到的一些照片贴到微博上，很快我们竟然发现能够有10000多的这个点击率。大家可能觉得10000多的点击率是一个非常小意思的一个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那种感受非常深，因为在之前甚至包括论文答辩在内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在超过100个人以上的场合里跟大家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后来呢，我们渐渐地把一些野外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小视频，我们野外工作的记录，我们野外工作的一些小视频放到网上，竟然到了100多万的这样的点击量。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土豆，一个烤糊的土豆。我们的粉丝留言说，我们愿意用山珍海味和到你们那儿无偿的义工来换这顿土豆。
然后这是一个山里边的小村庄，我们好多网友通过我们的微博对大熊猫栖息地里边的这样的村民的真实生活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而对人和大熊猫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随着我们的关注者越来越多，有一些粉丝也来到了我们的保护站，然后一起去参与我们的野外巡护和科研的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这儿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技术强项，非常接地气的把他们这些东西、这些技术来应用到了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在这儿的话，一起上山，一起吃，一起住，这是我们一起去收这样收红外相机，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新技术带来，我们教他们怎么在野外生存，怎么在野外观察大熊、记录大熊猫。在保护区，每年到这夏天洪水季节的时候，我们就没法获得稳定的电源，然后来自全球各地的工科学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帮我们带来了清洁的、适合当地使用的电源。当然，这所有的工作，大家都在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通过自己的镜头、自己的这种社交平台向公众来分享。随这个时间的慢慢的推进，保护区的基层巡护员不再是一个枯燥的、没有上升空间的低价值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大家每天非常积极的去上山，而且非常积极的去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工作，因为自己的背后有数以万计的粉丝在看着自己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然后我们受到了非常多的邀请，能够前往大城市，能够前往这个一些很高的一些社交场合来去分享我们在山里边的工作。然后对我们这几个站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有的通过在山里的经历，然后通过这个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这样的丰富的经历，他们申请到了到国际上的顶尖的这个高校去继续深造的 offer， 也有的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新的职业，也有的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在做基层保护站的工作。这一切的一切，我感觉是离不开新的科学技术，然后也离不开像这样的摄影摄像技术、图像传输技术、然后数据处理技术、网络平台技术。当然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有更好的产品的设计，更好的技术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彼此不能见面的人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熊猫守护者。谢谢大家。好，谢谢叠坤鹏。我可以报名参加你们的项目吗？可以的。可以吗？欢迎我吗？欢迎。好，谢谢。我们一会儿交换一下微信。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对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的关注和支持。生态问题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离不开世界的青年，离不开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的青年的参与，也离不开所有关注环保议题的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有志于改变世界的青年们可以通过微公益官微发布的申请通道报名，期待在5月20日的微公益新媒体展上见证大家的荣耀时刻。集青年之力，守卫地球未来。今天的启动仪式到此告一段落，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请大家有序的离开现场，同时呢，不要忘了把同传设备留在座位上，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